有这么一个职业，可以每天近距离看明星，甚至揩油明星，又月入过万，你想不想干？当明星的保镖就是这么爽。这位保安大哥表面一脸严肃，可是手却不老实。你手摸哪里？面对镜头，张柏芝有些尴尬，但还是要假装笑脸。黄晓明左边这保镖真是颜值惊人，比帅气的黄晓明还吸引人的目光，最主要是比自称180的黄晓明高出一个头。前段时间刘亦菲出席活动时被一疯狂的男粉用力扑倒，看着都疼，结果是刘亦菲四肢不同程度擦伤，受到严重惊吓。刘亦菲的保镖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工作不到位啊。现在的刘亦菲是害怕了，每次出门保镖都是里三层外三层。吴京喜欢扮演军人，他的保镖也是陆军特种部队出身，吴京很尊重他们，就像很多人尊重吴京这个硬汉一样。